你坐好呀，你这啥造型啊？你坐好呗。你坐好，你看你啥造型？坐。爸爸收拾完了吗？哎，好好坐着啊。你坐好了，你给撇了。你等一会儿哈，等会儿雪来喂你。等一会儿雪来喂你吗？你怎么就生气了？啊，还小脸子，俺给你惯的呀。嗯，气的，你看，嗯，你这也是真的，岁数越大脾气越大呀。不是，马上刚才就是翻脸了，我得等雪来喂你。你等雪。装生气的。你是装生气呀、啊？哎呦我天！啊，行，就你看，就你这个脾气，啊，你说就 你这个熊脾气，你说你啊，你刚才还说翻脸就翻脸了啊，咬头跺脚假的就走了，啊，跟谁俩呢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别着急啊。这把可带人气呢，搁这看你。我心里能打死你呢。来呀！不能。走了，拿走了，拿走了，去吃去了。你看。
塞点杆小杆儿，他就爱吃。行啊，他吃点。你看看这小姿势，不要吃了啊！腿朝那边撇了。啊，对，那腿在那儿，这腿在这儿。也聪明哈，这也聪明，这是想办法。万一你脚出来，你就干活呗。不干，不闹呢。我不干，好累死他。万一说叫谁干活呢？跟谁打呢？是不是万一？给你个白眼儿，让我干活给你白眼儿。那么辛苦，金虎在那摁我。对呀、啊，那能怎么也是怎么打？哎，你学呀，我给你小品呢。哎，你今天都干了一圈儿哎。没有呢，你给拖下去好不好？我吧，我做的。好，小心点。你别要我给你拿了。往前坐，往前，往前坐，往前坐，坐得对吗？没有，往前坐，来往前坐，坐正了，往前坐，坐正了，金虎，你过来，起，起，起。
学霸，哎，学霸啊。哎，这火今天行。金虎啊，你去吃竹子吧，行，快去吧。